面颜值的问题拖了两年多，总算搞定了。主要就是旧版的 OBS 它抓不到影像输入卡，然后尤其是 HDMI 讯号不能直接抓，它有一个讯号锁码，有一个讯号锁码机制，所以后来最近我才改用新版的 OBS。他抓得到影像卡的讯号，但是 HDMI 还是不行的，所以后来我去查需要一个解码器，总算可以了。哇，我好兴奋哦。好，总之来测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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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新的服装了，爸爸爸。呀，玛丽喵喵，超级流畅的玛丽喵喵登场。30fps 呢？精度提升了。戦いは避けられない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画面超流畅的呢。
度アップアップ。シズドシズドアップアップ。ピャ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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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ん？じゃあ入った。シズ、シズ、シズ、シズと相思了。错了，太多。胸部那么大，是啊，太多。坐下来看开直播，没有画面，没有说那么的、哦、稳定又流畅了。因为之前那个 OBS 还有那个讯号被锁码的问题，搞得好麻烦呢。前阵子更换了新的那个啊显示卡，显示卡用高规格的，应该也有影响吧。刚刚刚带小完了，感谢偏偏呢。显示卡换了高规格，应该也有影响，因为之前的显示卡也不稳定。哎呀，
悟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Get ready, fight!下几个掌，对啊，现在是高清的小可可哦，之前比起来更加的细致了。被胯下压到身体，被默默的大叔，变态大叔，啊，痛痛！屁股连撞，屁屁的冲击，屁屁冲击之术。
たの。人体变得超流畅的哟。目前算是测试。所以就先挑这一款作品来摸摸。胸前的肥肉拿来练拳套。
有没有发现跟过去两年比起来，整体的画面呈现提升很多呢？是老太婆。玛丽喵喵，玛丽喵喵对玛丽喵喵。自攻剑上，自攻剑上。结果搞好久的问题，搭配新版的 OBS 还有解码器就搞定了。後悔するといいわ。あ、两个老太婆。还可以这样。还有那个抓合计吗？
水平通知。行くぞ。血のバラ咲かせてあげる。Get ready, fight!真伟大，真伟大的，好呢。健康一滴，血のバラ咲かせてあげる。Get ready, fight! 为什么一从旁边过？也蛮可爱的，小兔子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血のバラ咲かせてあげる。Get ready, fight! 小兔子的法力喵喵。照本看。掉蛋袜啊，掉蛋袜，两个变态。後悔するといいわ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でもここは譲れない。人気なこともあるの。放在下来呢。
戦争。安心ついたな。HDMI 它有一个讯号的保护机制，你如果没有那个解码的话，你输入讯号到那种影像输入装置，画面会整个黑的。HDCP 万圣节的这一套，本来就是换衣服啊，这个作品主要就是给玛丽喵喵换可爱的服装造型。基本上我只会跑简单的，因为我都是在乱按。
变态大叔。这么重也抬得起来，用力吸。被榨干了。大树被榨干了，啪啪啪！覚悟はできて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啊，老太婆。いいだろう。かかってきな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ふーん。两只变态。这两只都很强。不要小看果果的力量哟。在地上被插，好，那胸前有一个小南瓜，嗯，这边都湿湿的。湿湿的，在大腿内侧磨蹭。嗯，果果没唱歌，跑来打格斗。
指引足迹哟。リズムに乗りましょう。チネバラ、咲かせてあげる。Get ready, fight!紫小鬼，这什么？予感に似たり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でもここは譲れないんです。暴風、暴風雨的预感。暴风雨。暴风雨。暴风雨。定足迹。I'm no pushover, sweetie. ごめんなさい。でもここは譲れないんです。是老太婆闹英文。机器那张怎么按呢？Get ready, fight!
完之后还要再按一次。哦，大概知道怎么恨。小特写呢？喵喵喵。碰我肩膀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戦いたくはない。だけど。但是，不要碰我肩膀。飞出去。
タンタン。あっち、あっち。邪魔をしないで。いいだろう、行くぞ。戦いたくはない。だけど。なんつうけんた。超人的黑人变态。金服装。基本上现在 HDNA 的问题解决了，有些作品陆陆续续的进行就比较就是画面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两个变态大哥。啊，你走。哥爹。边吸。下面張り切っていこう。
现在老太婆你刚接下呢胸前的两头脂肪撞过去，造成了伤害。覚悟はできている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Get ready, fight! 用力吸。頭高高舉起。修行の成果、見せるわよ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高高下。上你
します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まあ、ダコット。多练拳头，啪嗒啪嗒。变态大哥哥。超稳定的呢，画面输出超稳定的。
尽全力。啊，蕾丝的贴图蛮细致的。画面延迟的问题解决了，下周血淋入侵。整体画面的效果就会更加的完美。另外还要测试莉亚的。之前的问题是 VR 在使用的时候输入讯号它会就是在转换讯号的时候会造成电脑宕机，所以这个还要再测试。太大声，一来就这么猛烈。
覚悟はできて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Get ready, fight!地上转圈圈怎么那么帅？被雪杀了。现在啊，逃！它是可以变身的。
马上窜飞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 Get ready, fight!剑少娘
第三集继续踢。没有打Get ready, fight!
还可以两人呢，痛痛。变态。あなたがいれば百人力ね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Get ready, fight!机器都没按住啊。没有听到。
ね、ミャンミャン。真正的佩服。苹果杯。予感に似たり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うん、なファシャー攻撃精神让你决定升天。的冰团了，攻击之术，绝顶升天。
没有听到。後悔するといいわ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ワンチョン。うん、目を覚めた。快，根本抓不到。运动之后啊，大腿内侧都湿湿的。现在那个输入讯号比较稳定，看起来更高清，高清。痛くはない。だけど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
んたん。中部练拳头，中部的肥肉那么多，就是要拿来练拳头的。是是的，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然后就会有那个透肤的效果。真的好。细致的贴图呢？
动之后都会湿湿的。那些 DNA 的讯号超稳定的呢？啪啪！画下空击之术，让你绝顶升天。哎呀，太惨！画下空击之术，哦，被抓到。每一只都乖乖的，让我用胯下骑，这样还蛮休闲的呢。呀，痛痛！没有听到。没有打到。没有打死变态。
覚悟はできて。胸を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。死のテンポ。也顶足气登场了，先踢回去，被踢回来了。下大雨，旗袍，还有雕花。前阵子的 DLC 最近有新的我没有收，基本上玛丽喵喵的服装我几乎都有收，除非是季节包的，季节包我就没收了。绝顶足迹，啊，这只是绝顶足迹了。
在大秀登场。でもここは譲れないんです。天地之后自己也会兴奋。决定足迹。机器按不出来。这款作品我暂时只是看角色可爱在玩的。这只是后来增加的新角色，基本上我几乎大部分都是在用玛丽娜娜。机器到底怎么样？刚才按出来，现在又没有。对啊，生死格斗啊，来做测试。谢谢佛下午安安。胸部练拳头。现在主要是在测试那个HDMI 解码的效果。让讯号直接输入。所以完全解决了两年多下来的问题，画面格数被降低。机器有时按不出来。把人踢到绝顶升天，自己又非常沉迷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でもここは譲れないんです。Get ready, fight!机器有的时候按得出来，有的时候不行。
胯下攻击之术，让你绝顶升天。总之现在的画面超顺畅的。啊，喵的，那个问题困扰很久，因为之前一直没办法弄好。另外还有就是 OBS 新版的抓得到讯号，之前我都是用旧版本，最近才开始用新版的，然后显示卡也换了新的，所以比较稳定，应该都有影响吧。差不多了呢，天哪，超流畅的高清。哇，好，感谢参与哟 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。单纯是先做个测试，看那个。解码器的效果如何？整体蛮稳定的。好，那先这样子哟。拜拜拜拜。